轻功，七言绝句。唐，杜牧。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过华清宫，七言绝句，唐·杜牧。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华清宫是玄宗与杨贵妃行宫，修建于草木葱茏的骊山山顶。作为帝王行宫，平日都是宫门紧闭，此时忽然一道道打开，宫外快马奔驰，扬起阵阵尘土，宫内杨妃嫣然一笑，原来是送给杨妃的荔枝到了。在快递和冰箱尚未出现的古代，要想吃到新鲜荔枝，只能从遥远的南国快马传送。为博美人一笑，玄宗不惜耗费大量年历，一盘荔枝似乎已经为将来的马嵬之变埋下伏笔。诗歌贵在含蓄，杜牧只是叙述，不发议论。然而玄宗的荒唐，杨妃的奢侈，已经暴露无遗。